那也因为是正天母的一个中心点一个区块，我们到周围的三大百货，哦，SOGO、高岛屋跟星光三越，都刚好是在正中心的一个位置。 好房网 Hold 出兵房价表，看看邻居卖多少，立即下载好房网买屋 APP。以我们高岛屋商圈来讲的话，饮食跟交通机能来讲，像我们因为刚好是在正核心点，我们的正核心点的话有一个市东市场，市东市场它是全天母唯一一个有冷气的一个市场，相对性也比较干净，也比较整洁。 那也因为是正天母的一个中心点一个区块，我们到周围的三大百货，SOGO、高岛屋跟星光三越，都刚好是在正中心的一个位置，所以不管到哪一个区域，生活机能相对性都会比较便利。天母的优势，第一个，它的绿地的涵盖量是最高的，所以整体的人文素质跟生活的环境会非常的舒服。再来是我们有三大百货，刚刚也有提到。 再来就是我们的四大医疗，我们其实到旁边龙总振兴，一直到阳明医院，还有星光，整体的一个生活机能，对于住户来讲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居住区块。像我们高岛屋商圈这边的话，邻近当然以高岛屋这边附近为主，有士东国小跟莱雅国中，相对性都是升学率还不错的一个学区。比较特色的一个部分是，像我们的高岛屋的一个商圈，我们有每日小学校。 基本上有蛮多外国的一些学生，或者是蛮多子民的一些学区，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商圈相对性比较便利，他们也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子是可以自己独立走路上学的，所以像我们在我们这边这个范围的一个学区，基本上会以这个为主。订阅好房网 YouTube 频道，就能收到最新通知。